今天北京呢，难得空气是一级优，我们拿一个空气的净化器来测试了一下，看一下数值。现在 PM 2.5 是只有10 ，PM 1.0 呢是20。我们来看一下数据。那么呢，我们现在呢来进行一下小的测试。有三辆车，分别是2002年的 Polo， 国二的排放标准。2008年的本田雅阁，国四的排放标准，还有一辆呢，奔驰 S， 国五的排放标准，是2015年的车。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排放情况。对，刚着车的时候，现在。PM 2.5300多，400多，因为你发现你现在能明显闻着有些味道。嗯，你这个味道是汽油没有燃烧充分。嗯，哇，然后转到2500转恒定住。可以了。好了，可以了。